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甲跟乙两人哈，分别以固定的速率进走哈，他的这个关系图呢，而这时间啊就是呢移动的距离，好，好，那么他们说哈，一小时以后了，哦，就是一个小时以后哈，就60分钟了，那么呢这个两人的距离多少？哦，这两人的距离哈。就这一段了，哦，这是乙走的位移嘛，这甲走的位移，这一减的话，这个就是它的距离。好，我们下来看哈，看这个乙的，乙的它20分钟走500嘛，那60分钟就3倍啊，3倍的话哈，所以应该多少？应该150啊，所以这个画的不好哈，乙的话应该在这里啊。哦，这里的话呢是150啊，没有不对，500乘以3嘛，1500啊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哦，这个是20分钟的，20分钟500嘛。好，啊，所以呢60分钟的话就是1500，那甲的话哈，它半个小时走1200，所以一个小时就2倍。走多少？走2400，啊，所以这个距离的话，距离就是这一段嘛，2400减1500，2400，哦，这个甲跟乙的距离减掉1500，所以应该是900，哦，相距呢900公尺，所以答案是900。